老师们、家长们，下午好，我是于卫娘。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画蛇添足。画蛇添足，张国时代有个楚国人，祭他的祖先。仪式结束后，他拿出一壶酒，赏给属下的几个人。大家商量说，我们都来画蛇，谁先画好谁就喝这壶酒。其中有一个人先画好了，但他看到图章还没有画完，就又给蛇牵上了脚。这时另一个人也画好了，有壶酒壶把酒喝了，并且说，蛇本来是没有脚的，你怎么能给他牵上脚呢？画蛇添足这个成语比喻做了对于而不恰当的事，反而把事情弄糟了。唐首两次，一今夜思李白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二春晓梦好难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问啼